吃不吃？没心情。怎么，没胃口啊？没心情吃？哎，那就浪费了小鱼家人的一番好意喽。你说什么？小鱼的家人？嗯。小鱼的家人来领尸骨的时候送的，说是送给他们的救命恩人。可惜，救命恩人不领情啊。 所以你是说，小鱼的家人都平安无事？嗯。早在你把证据交给十四之前，四哥就已经去派人重审此案了。如今皇阿玛亲自下旨，现在小鱼的父兄已经官复原职了。真的？你怎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我可从来都没有骗过你。纵然皇宫中是有很多不公的地方。 不过，还是有你值得信任的。至于谁是好谁是坏，就留给你慢慢领悟喽。我领悟过了，这宫里没好人。是吗？嗯。哎，那是谁说不是想以暴制暴，只是想换回皇子阿哥的一些良知？这宫中也并非都是无情无义，视人命为草芥的混蛋。 跟踪我？没有啊，我这么做，单纯是为了那些可怜人。嗯，跟姑娘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要自作多情啊。你放心，我还没傻透呢。哦，你再傻也没有关系的，我会护着你，不会让你被人骗走。 您的这些情话还是留给别的姑娘说吧，我是不会上当的。我是认真的，你怎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没办法呀，咱俩呀，天生犯冲。算你狠。哎，现在又想吃了，想要拿十三王爷的赏赐，要说些什么好呢？ 想得美！哎，给我站住！那是给我的，不给不给！回来，有本事你就来拿呀！快给我！